好，那下面看一下我们的 MC 话题吧。合适点评，玩一次模拟握手会吧。我不喜欢你跟罗天伟走太近，你们离他远点儿。你是以什么身份说这样的话的呢？爱你的粉丝。爱我的粉丝有多爱？只爱我吗？可以十指相扣的爱。苏大夫，你在干什么？姐姐，等一下，小表的你怎么了？小表的，苏大夫怎么了？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是那个表漏电吗？不行了，哎，不是，握手会太让人难受了。你那句可以十指相扣的爱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张券，对，一张券，一张券几秒钟啊？三秒钟，十秒钟，十秒钟，十秒钟，时间到了，走了走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是完了，是完了啊！大夫求你了，你这么漂亮，你这么漂亮，哎，这 staff 什么啊？这叫一公寻私啊！我就说一句话，什么？宝宝能别卖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哪一对啊？我觉得哪一对都不行，我是你的女友范，我要碎了。那你不是应该喜欢看吗？哎，掐表的十秒钟还没到呢。姐姐放水啊！我走了。掐表的就姐姐放水。我是 CP 粉，我在门外听见了，我回去就发 report。宝宝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能够我们可以比个心，然后让我拍个照片吗？哇，好凶啊！怀景，看来经历了很多。哎呀 ，staff 上线不可以拜脸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staff 看到拜拜拜拜。你这个 staff 行不行？你兼职，你重庆找来的是吧？你好，我的 ID 是那不不不不。你记住我的 ID 了吗？没记住。我的 ID 是那个，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那个，我上次来看你公演了，我给你打 call 了，你记得我 call 的什么吗？我当时给你举棒子了，我给你打 call 了。啊，我下周要去考清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不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能记住每个人在公演上抠了什么。那我你记住了的话，你可以重复一遍吗？我是重庆来的。那个，如果我没重复出来，你会伤心吗？可以握个手吗？好呀，老板。你知道我是什么粉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介绍自己啊，没关系的。什么粉丝都是平等的。你这样怎么火的？只要不是毒瘤粉。一个也没记住。你知道怎么火的？莫名其妙火的。其实我是喜欢你和我和 staff 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关系啊。喜欢你和小柏很久了，哎，啊，喜欢你和你是水仙是吧？水仙粉，水仙。我喜欢你和，哎，粉丝都叫朱姐什么？我喜欢你和蜘蛛姐很久了，多久？就三年了。啊，我们认识、啊。还没有三年呢，在你们还没有认识之前，我就喜欢你们两个。你这么厉害？对。哎呦。所以你能送我们一句话吗？送你们一句话。对。什么话？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。我发现了，百姓就是握手会那种答非所问，就乱答。就会结束，他那会儿出去就要乱写 report 了。我跟你讲，该编 report 了，你完蛋了。哎，出去你就完蛋，出去就写。今天小柏跟我说他唯爱朱一茜。周时雨太有经验了是吧？好，
你好，预约码呢？你没有预约码，出去。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可以偷偷进来呢？啊？你就让让他吧。行吧。我是来握我家小偶像的手，不是来握 staff 的手的。我管你是来握谁的手，你要有预约码你才能进来。我都进场馆了，我怎么没有预约码呢？你受劝的，你要什么预约码？哦，一张券，十秒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号。好吧，你说。姐姐，可以跟你十指相扣拍个照吗？可以可以。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。十指相扣了。这个禁止，现在禁止姐姐，你猜我多大了？十六岁。没有呢，我今年刚刚12岁。好，姐姐，等我考上高中就会好了。二十秒到了，二十秒到了，加油，拜拜。十二岁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十二岁没有预约码很正常。下一个。那个，你知道我 ID 吗？我记得你的脸。你记得我的脸？嗯。可是我已经来了5次了。嗯，对吗？我说怎么长得这么熟悉？好吧，那个我昨天给你发翻拍，你都没有回我。对的，因为我最近特别忙，然后很辛苦，所以但是我很想你们的。是吗？啊，你说的是你们？你几岁了，小妹妹？小妹妹，我18。18岁，那你还不上课？你今天来干嘛？我专门为了你就是逃课过来的。那不行，那你得好好上学去吧，拜拜。那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说你们了吗？可以只说你吗？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好吧，爱你。好的，好的。其实我是你和刘淑贤的 CP 粉。就是你们俩能多卖卖吗？主要是、哎、他跟林淑贤也太难磕了吧。林淑贤，刘婷，有的原因吧，我也不用多说，主要他也不在了，从头也没办法、啊、他也不常在了，对吧？嗯，我就是没关系的，这个遗憾是最美好的。他哭了，给他擦擦眼泪。时间到了吗？还有20秒，你再坚持一下。我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单推我。好，我从今天开始被你提纯了。好。好，生活粉丝一枚。3张。姐姐可以舔我一下吗？给你颗糖，润喉糖啊，吃多吃点啊。干嘛？你看我干嘛？你上大学了没啊？我还没上，今年刚满18岁。我周周休息一会儿，刚满18岁。对，你有男女朋友吗？不可以骚扰 staff 哦。可以啊，怎么不可以啊？啊，哎，你管管你粉丝呢？我管不住，骚扰我！天哪，我的粉丝今天都是什么人呢？没事，让我们这好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有没有啊？你这个话题问的目前没有。哦，好的。工作一天了，渴了吗？还行。你快接吧，还有20分钟。啊，20秒。二十秒钟、哎、上海来的 staff 都这样吗？给你炫耀一下我的水，我对象给的。哦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，不要分手哦。啊？不会的。姐姐还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这怎么阻止人权呢？一张券可以两个人握是吗？不可以两个人握手。他握的是我的手。啊，受不了，这握手会全都是什么人？你在外面接通了再进来啊。接电话。
不接的话那下次再来。好好，宝这有个电话。好，喂喂，宝宝，你想我了吗？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谁你都不记得？我刚刚在你房间就是发了一句宝宝。可是你这个房间的宝宝太多了，我就不认不出来呢。我给你个提醒，我是北京的。可以拿吗？什么什么？我是北京的。你是北京的？对，你上次来北京巡演，我还看了，我觉得你好漂亮，我一眼就看中你了。那你怎么没来上海呢？嗯，因为我还小，我现在才今年八岁。八岁，我八岁你都会用手机了？对呀、啊，就是、哦、因为我觉得就是、啊、就是对，因为我很喜欢你，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当面叫你一声小妈。好喜欢你，姐姐，你等我，我长大了一定来娶你。那你先好好上学好吧，你要是考不上清华，你就别来见我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姐姐，我加油。好好好，拜拜拜拜，时间到了啊。可以拿吗？这个可以拿吧。这个也可以拿吗？啊，拿。好嘞好嘞，想要一个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天哪，这太真实了，让我学好了。好了，我这个握手会太可怕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排了周世宇和顾晓慧排一天了，但是没排上，所以我来握握你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觉得没关系啊，既然你能来握我，还代表你有一点点喜欢我，对吧？是呀，不然就是他们两个没排上，我也不会选择来握你了。那你没去排白馨予吗？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比较。我比较喜欢，就是对像你这样。时间到了。我也觉得。那你要不要喜欢？你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，这么快？都后面都没人这么快。你再续一张。行，再续一张。你要不要对我展示一下你的魅力？说不定以后我就单推你了。时间到了。你在替他赶粉。再续一张嘛。好，再续一张。再续一张吗，姐姐？好，续十张，来吧。你慢慢展示。就是喜欢你。真的吗？那以后我每次握手，你都会这样抓住我的手吗？当然啦。好，我以后就只喜欢你了。那我们明天要见面哦。啊，卢天慧24号下午18点在宝山龙湖天街。好，我明天一定会去排你的，放心。好，以后每次我手绘我都会来接你的。一定要见面哦。对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我也是。我刚刚认识的。是吗？我觉得你们好甜啊。你昨天也没回我翻盘。我没回你的翻盘。对啊，你七天了我。那你可以再发一张给我吗？本来是想的，但是我看你刚才跟他太甜蜜了，我觉得算了吧，我就来跟你告个别吧。输坑了。如果有对你更好的人呢，我希望你可以跟他好好的吧。走了。要不要弄一下？时间到了。应援会的。应援会怎么了？应援会就可以不按秒算吗？那个宝宝，你最近工作压力大吗？好的，时间到了。应援会的怎么了？应援会的，我还是他。续一张。压力大吗？还可以。我看你最近这个房间发言有点少，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累了？别哭，破防了，赶他走。有事儿可以。你有什么事可以多跟我们说一说，我们帮你分担的。时间真的到了。再续一张，应援会的。那个，其实我这次来主要是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跟我们说一说。哦，对，记得多回翻牌啊。
你 ID 是啥来着？我音乐会你忘了我？嗯，时间到了，那个重组吧。好狠的。你好。你好。我经常看 N 队公演，觉得你挺漂亮的。是吗？嗯。那你最喜欢谁呢？我最喜欢我喜欢刘淑贤。哦。但是呢这个 staff 在干嘛？ staff 干嘛呢？我觉得你也磕起来了。哦，那昨天他的 MVP 公演你有来看吗？当然了。是吗？你站在哪里啊？我站在战区的第一排。哦、那你下次还会来吗？就是觉得你挺不错的，就是他要走的话我就来推你。哦，不用这么说了，你可以喜欢我、也可以一直喜欢他呀。没事的，等他走了我会来看你的啊，等我。我是以前看陆婷的。哦、已经两年没看河了，过来看看你。那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对，就是路过看到有握手会就来了。天哪，那你以后还会继续来看队吗？不会，就来看看你。我天啊，你还会你能不能再来剧场看看我呢？那你舔舔我让我来看你。刘姐好缺甜啊，老让人舔她。你不在的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时间到我想下班了。一场握手会下来受了重伤，酣畅淋漓，每个人都受了重伤，现在发现了人生的重要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姐姐开始吧。好，进进进，有人吗？周香，周香。北京的味道，我在北京的时候。姐姐姐姐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不想聊了，我给你个眼色，你让他走啊。哦，好呀。嗯，周香，周香有没有？好，好衬。嗯，我是你的上海粉丝。哇，那你应该很喜欢 N 队吧？嗯，还好吧，我比较喜欢你。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海，不会不回北京了呢？等你今年送我前妻的时候，我就为你留下来。不进神你就这么虚荣吗？不进神气就不可以来吗？那没有办法，叶总。什么？叶总，那你不可以为了我多飞几趟来吗？我很努力了，叶总说 一个月只能上两场，这样吧，要不然你就是去希望北吧，现在人也挺少的。时间快到了啊。握个手吧。行。那就时间到了，我会多多来上海的。时间到了，那你今年为我加油，我今年也想继续来 N 队。好的，我一定会为你努力的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这么凶啊，这 staff！ 宝宝，宝宝，一张卷。宝宝，宝宝，我是你的事业粉，可以跳一次《罗生门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为了我事业粉光脚跳。啊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不像演的。周文静粉丝快一点，周文静下班了。哎，我想问问你跟卢天慧打波的事情是真的吗？你猜？我猜不到，所以我才来问你的呀。宝宝，我觉得我们无话不说，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信你个鬼啊！时间到了吗？还有两秒。好了，现在到了。好，你走吧。宝宝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就不跟你握手了，我怕你打我。我就想问一句话，因为就是，让我困扰了很久。我想问，你们还有可能吗？哦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不告诉我没关系，我翻翻牌告诉你。你翻牌告诉我，翻牌告诉我。你们还有可能吗？我觉得我需要去干嘛？我不握，我不握，我不握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没事的，宝宝，别哭，没事，没事，没哭，没哭，怎么了？刚刚那人跟你说什么了？好了。
知道吗？嗯，知道知道知道。下班吧。好，拜拜拜拜，下次见哦。宝宝，我特别喜欢你唱歌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觉得单身女人最美丽。